致典雅呢，很感谢呢我们的马六甲文化呢艺术圈，将这么多特别的传统曲风、文化、艺术还有服饰都呈现给所有在我们台湾的好朋友们，是否可以给台上的舞者一个再一次最热情的掌声呢？让他们感受到我们台湾的热情好吗？色彩的爵士，大家体验到了属于马来西亚呢非常特别的文化。